市了。八市了？哎呦，您认为今年高寿啊？一万点来。大家不知道一万点是啥意思？啥叫一万？一万点是一样大。那家结婚多少年了？五三年，整落六十。都把他娶进门了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是自由恋爱吗？不，那感情还这么好啊，那多让人羡慕呀！我好了来不管是咋说都是好。爷爷，你对老伴说过我爱你没有？没有。今天是个很难得的机会，老两口八十了，第一次上电视，第一次来华语之门，第一次要说出那三个字。我爱你。阿姨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了我爱你。那你说什么呀？收藏到了什么？在这段路当中，我们还没有拿到藏品，我们收藏到了什么？收藏了爱，多么浓浓的爱，几十年的爱，老来的爱，浪漫的爱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爱，你们感受到爱了吗？这叫见宝吗？宝贝拿出来吧。哎，这个是啥呀？一万钱。这个是您从哪儿得来的呀？妈妈就给的。是陪嫁的吗？不是我的陪嫁，妈妈的陪嫁。妈妈不是在你这个嫁给老爷爷的时候送给你的？那时候都不清楚了。那这个现在后来是到传到你手里了？呀，我七八岁我都爱他。哦，没结婚时候就归你了。爷爷，您娶她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吗？不知道。其实对爷爷来讲，只要家里有这么个宝贝就够了，对吧？那今天怎么想起来要拿来鉴定呢？我不是看华语之门了啊？你喜欢看华语之门？我喜欢看。你鉴定了有啥愿望呢？我看我的下代他也不愿意保留他。是吗？我拿来了鉴定，要是有碍于这种，我就送给他。哦，那我们还是先让老师来鉴定。那我们老师们也给我们奶奶爷爷提建议，好不好？来。八仙，我借这个八仙呢，因为八仙有八仙祝寿，这样一个传统的观念，我祝二老呢寿比南山啊。奶奶啊，我跟您说啊，您这个名字报得很对，他的名字就叫玉八仙，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在清朝的末年到民国的时候，也就是离现在100多年的时候很流行的一个东西，除了玉的，它还有银的，那么主要呢是戴在老太太的头上面或者戴在帽子上，那么这个玉呢是有我们叫一种新山玉，这种玉在清朝的道光年以后才开始流行，在这之前呢不怎么使用。那么您母亲为什么要给你呢？因为咱们从古到今啊，这个玉留给女儿是非常常见的一个风俗，在我们江苏，在一个明朝的墓葬里面就出了一个玉的这个叶子，上面一个金的知了，叫金枝玉叶。在娶人家女儿的时候，男方要把这个东西呢送到女方家里面，表示这个女儿啊是你们家的金枝玉叶，很珍贵。所以这个玉送给女儿是非常流行的，因为这中国古代啊，这个玉跟女的特别的有缘，所以咱们国家很多的词汇都是跟女的有关系。说女的身材好，那叫亭亭玉立；说女的漂亮，那叫如花似玉，对吧？说女的心好，叫冰清玉洁。所以奶奶啊，你母亲把这个东西送给你是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的啊。这个东西很好，是一个老物件。那么您，我觉得您还是留着传下去，因为它是一个很吉祥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奶奶，谢谢两位，祝你们晚年安。